姐，你看我把照片洗出来了，啊，快快快，给我看看，给我看看。哎呦，哎，哎呀，这个是我的小皇帝的。嗯，这个是啥呀？这不能看，这不能看，这不能看。小小有两下，妈妈，你说说，啊，我小时候这么胖呢。嗯，咱们几个全家福，全家福。哎呀妈，看，那我那会儿16，拿是网吧一枝花，用那个电脑镜头拍的，觉得可漂亮了。那时候觉得像不？哎，这个我花了8块钱，那会儿14岁、15岁，非主流那时候可火了，非主流。你看，人性主，这哎，姐，你像一股哈喇味儿。我哪有味儿啊？我前两天刚跟大河洗澡，哎，就一股哈喇味儿。我月月都洗，你这有味儿。今天就让你们见识一下草原姑娘是怎么洗澡的。别划走，我进去换套衣服，马上就来。今天咱们搭建一个草原独立洗澡间，实现洗澡自由。姑娘像花儿一样，个个都长得是贼拉大漂亮。你用热情奔放化我一生之光，我用真心真意换你地久天长。1, 2, 3, go!这个够大，就它了。哎，姐，你来这么快，地在哪呀？夏日炎炎，我提前囤了一些小饮料，现在家里能洗澡了。这就是北方人的家乡，真是我的情人，像玫瑰花一样的女人，有你那花花的嘴唇。让我在午夜里无尽心跳。只要你有梦想，人生哪里都是格莱美。哎，别划走，我是来自草原的姑娘，咱俩认识一下子吧。过过这蒙古包没有？来没来过？我们这6、7个人，今天就要把这蒙古包支起来。啥也别说，点个赞，夸个度，马上咱搭建。你看吧，这是蒙古包的地基啊，50公分，就围个圈嘛，直径6米的。哎，你看那个云长得奇形怪状的，你看它像啥？大好，可以跟像。斩老孙一棒！哎。再见，哥俩。没咋会打个蒙古包？这风咋这么大呢？以前我们小时候那蒙古包，一来沙尘暴，那蒙古包上面的盖儿就被掀了，然后蒙古包就歪歪了。啊，这样的包比那个最早几十年传统的可能更好一些，加了这种钢筋之后，加了这种金属底盘了，它更稳定，更能扛大风，双开门的。有钱，相当有钱。你不是玻璃的，这是那个飞机上那玻璃，知道吧？装逼为你飞起来。等我这蒙古包盖好了，你就来我们家住，吃肉喝酒，完事儿了。这个叫乌尼尔，看见吗？整个棚靠它来承重的。这是哈达片儿。现在呢，把这个哈达片呢，把这个蒙古包一围，哎，基本上围墙就成型了。姐，这不得盖2-3天啊？扯淡，我蒙古包都盖了多少个了？不需要。10天。大半天就盖完了，8到10个小时差不多。草原是好，就是太孤单了。宝儿。能当的吗？这个毛毡子上面的盖儿，然后这个黄的哈，就是为了好看的。咱屋里头这样它，围一层塑料，要不然下雨的时候屋里就打湿了。我们家邻居来看我盖蒙古包了，都想来我蒙古包这儿吃烤全羊呢。你想不想来呀？想，想想来。真的，真的，我不养你哭啥？我住啥了？我住这，你住这。走，我家邻居，看到没有？都山那头的。2、3，
一二三，最后一步盖房盖，耗时9个半小时，蒙古包终于发了。来，走人，我已一世三难。满满的胶原蛋白，停，把直接上高速。今天咱们来到广州的花都区，咱们挑战找广州的原住民家里边，咱们蹭顿饭，看能不能成功哈。哎，姐，您好，姐，就是我是从内蒙古过来的，您看方不方便我到您家吃顿饭呢？对，姐，就是我带了羊头，还带了内蒙的酒，到时候那你也尝尝我们家乡的特产，您家有啥就吃啥就行。啊，就那红色贴绿帘那个是吧？哎，行，那姐这样，我去车上拿点东西，马上我就回来啊。哎，感谢你啊，感谢你。从内蒙古发过来的羊头羊排全在这里头呢，正好赶上快递车。行，广东人吃麻辣。羊头，怎么跑到广州这里来了？姐，你家有锅吗？没有。你们家没有锅吗？我想炖个羊头。啊，没有没有。我能借你家锅用用吗？锅在那里，你用吧。啊，来找个地方洗一洗。大哥，你吃过羊头吗？没吃过，不是啥都敢。羊腿，谢。啊，我们饭已经好了，快准备吃饭吧。这太丰盛了啊。那姐啊，姐夫，感谢你们啊，邀请我来您家吃饭。这杯酒哈，我先干为敬了，我干了啊，我干了。这家伙够意思啊！马上，欢迎北旅来到我们广东。嘿，那么好。嗯，好嫩啊，确实香。那个以前我，哎，真厉害，美女，一口闷。啊，美女，你喝这酒够厉害了。喝完出去了，干。就是一口干了，哦，够厉害了！等一下啊，羊头来了，好 ，OK， 很好，够不辣，够辣，够酸，够麻，灵魂之姿交给，大姐，哎，好吃，我吃，给我解放，哎。行不行？行，满满的胶原蛋白。别跟我老哥哪一个？真好吃，真好吃，是吧？哇，直接上高速，满屋子的草原味，满屋子，哎呀！姐夫，下次我还得来。可以，可以，可好了呢。是冷，不是你一个露水啊，不是你妈的那个女朋友，那里就是啊，不是你的口袋，为何只有那里就是啊，那不是你的口袋，为何只有彼此的马蹄，不是你的口袋。爸，你拿的啥呀？爸，我给镇上拿了俩肉的蹄子，烤不烤？麻辣，我是烤的，麻辣。烤的，啥的都行。四哥，你忙啥呢？烤肉的蹄子呢？去金毛。不是老叔，你咋才回来？你干啥去了？哎呀，我跟你说，刚才我碰着一个那山东小伙，1.8米的大个，人现在都来到咱们县了，给物流人开物流的。你抓紧换身衣服，打个漂亮去看看去。真的？那可不是。爸，你那骆驼蹄子给我留着，我要吃麻辣的，麻辣的啊。我去换衣服去了，换衣服去，快点的啊！行，哎，打个漂亮的。你是我的老叔，好不好看？好不好看？挺好。哎，这回嘛，穿的还挺漂亮。大姨，哎，老叔，出去拿点礼物啊，爸。咱家的羊还有吗？哪有了，都你送礼了，没有了。行，我上屋拿一块牛肉，还有嘎牛肉。哥说，来这块肉30斤牛肉，这玩意儿行吗？
哎，放这吧，这个放这吧。哎，可不少。行啊，行。爸，那骆驼蹄子等我回来再做呀。他老叔，你看你在干啥？